愛一結束女粉手摸機，草蜢昨日就喺黃室堡舉行宣傳活動，三子又為咗11月嘅歌唱積極操 fit， 蔡一傑就指蘇老闆已經練成咗6嚿腹肌啦，仲隨即拉起蘇老闆嘅上衫曬肌，點知蘇老闆發現未拉拉鏈布，嚇到佢即刻轉身背住觀眾拉褲鏈啦，之後三人就分組同粉絲跳舞。蔡一傑就同女粉大跳辣身舞啦，仲捉住女粉嘅手抚摸自己嘅上身，仲托起女粉嘅脚摆 pose， 搞到人家露出打底裤啊，真系曳曳啦！其后梁汉文现身支持，四个一齐接受访问嘅时候，蔡一傑谈及喺活动上面捉住女粉嘅手喺自己身上游走，佢就话：系啊，我冇搞女粉纸啊！唔该你讲得清楚啲，唔该你，我俾你多一次机会，你讲清楚。唔係，我係捉住佢隻手，我係摸佢隻手啫。你搞咯！不過佢隻手咧，自己掃落去我嘅腹肌嗰度，我唔知啊。你明唔明啊？咁但係頭先佢嗰個動作咧，我特登用隻手幫佢遮住，我驚佢走光。咁我係 protect 我嘅fans 嘅，你明嗎？有圖為證噶嘛？佢好驚啊！佢好驚，佢唔知幾高興啊！